的横画要短小，向右上方写撇，不要写的太大突突，不要太长。竖画起笔要轻，对这个笔画写的时候要略微得有那个弧形，行要细。到这个地方顿完之后要粗，按下去。两个竖注意粗细长短要有变化，里面那个横画要轻入笔，与左边竖相连，右边的话要空着位置。横画漏风轻入笔，向左边看出去长一点。过来之后提按，左边长要右边短，左伸右缩要短一点。撇向左下方写的点的话，对准这个竖的下方，这撇对准撇点对准这个竖的下方。横一等距这部分要窄，所以这个横画要宽一点，突出一点。